华姐带你吃，重庆导游出发。新商圈里面真的很多好吃的，刚刚吃了豆花，又吃了凉面，接下来的正餐好了，看一下江浙菜，真的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这老板敢把菜单放在门口让大家看，就知道他多会煮了。好，我们赶快进来吃麦富楼的菜。这家呢是吃的又健康又好吃，重点是这里没有人不知道他是谁。这就是我们的麦富楼的周大哥。大家好，大哥，大家好，长得又帅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人气很旺。我如果没有一个月前约我，没有位置可以坐。大家要知道这间餐厅多好吃。来，周大哥，那你今天要推荐你们什么菜？向大家介绍一下，东坡肉是我们店内的招牌。小火慢炖三个钟头，入口即化。哇，还有 juicy 哎。对。这个胶原蛋白很多。哇，这个比我的胶原蛋白多呢。来这边一定要点这个东坡肉。还有一道海参烧鸡精，胶质都比较多，老人家啦、女生都可以吃。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海参啊，海参啊，因为胶原蛋白。过了40岁以后，有时候更快。还没有40吗？哎呦，你们真好呀，你也只有50啦。哎呦，我们两个在干嘛？我先吃好不好？给你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我刚刚说的，我真的不太会用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喜欢吃海参，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它不好吃。哎，我看夹到了。好好的哦，东坡肉要不要尝一块？哦，真的，但是因为那个胶原蛋白太多了，我这个真的，我这个有点挑食的小孩，我可以吃肉了。吃点，好不好？来尝一下，尝一下。哎，你看它这个肉，真的哎，我一放下去，筷子一咬下去，你看肉就碎了。对，很软啊，非常软。好吃哦，真的好吃啊！我们贵妃的吗？真的好吃哎、欸！我们已经在地经营快30年，然后他经营在这边当16年，我都知道这一家生意超好。你看一个月前要订的，预定的，要记得江浙满福楼啊！江浙满福楼，如果订不到找华姐，华妹了，有事找华姐，这个也是我的水瓶服务的一项。话说，我要先吃东西，我们先吃东西，请大家帮忙，就是要。我是港湖那边的哦，港湖那里啊，这是要选港湖哦，那边啊，秦华一员是吧？啊，可以不要坐，我先下。是不是没有把我拉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拜托喽。好啊，反正我一个先坐是比较重要。好，谢谢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老板，谢谢，不好，谢谢，按着慢点哦。好，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吵到了，不会不会，秦华一员，秦华一员，谢谢啦，不客气，你有出来绝对都投你的票，难怪我可以一直做服务，对，好棒，赞赞赞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不会不会，谢谢北北，啊，北北几岁啦？哎，89了，哇，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年轻？还好，你有在运动啊？好，当然。卖好就给我你们的库存的人气就好。他说我大金哈人气卖太好，没有库存啦。哦，他说以前过的小朋友用新的人气，所以他花了480万把新国小全校人气都搞好了。对，他说大金，对大金，所以去台北市唯一一个小学，冬天吹暖气，夏天吹冷气，就是大就是五星国小，因为他是冷暖气。还好我们孙子有啦。对，那你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吗？没有，他从来不跟我讲话。喜欢我的频道吗？欢迎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才不会错过哦。华姐带你吃，我们下次见。